这一件呢，我们主要它的设计的布料是棉麻材质，然后呢，它其实有一个绑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勾勾，小勾勾。那我呢是把它当一个长上衣来穿，就是把它盖屁股。你看，孕妇可以遮屁股又遮肚子。然后侧面其实很漂亮，它有一个那个小叉的感觉。我建议大家加这种像佩佩这种漂亮的交叉，或者是比较特殊。那这一条肩带呢，我刚刚讲你可以再藏到你的袖子里，其实呢可以做一个单肩女神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它的袖子我觉得就是大家最喜欢的，有点荷叶袖女神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佩佩她主要穿的是她把它扎进去，对，我把它扎，她把它变上衣哦。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两个的感觉完全不同哎、欸，食品这个颜色很美哦，因为它是最标准的，就是那种棉麻材质，米杏色，质感非常好。那里面呢，你就加白色的小卡就好，它不会有什么太透光或是什么疑难杂症的问题，我觉得蛮仙女下凡的感觉。